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要打的是多连线。那我先重开一下，因为我有预防他给我脱变队友。然后现在是早上的5:34。不知道会不会配得到人啊？啊，不管啊，就试试看啊。好，多人连线，然后我从刚刚打到现在，已经就是累积了。28连胜，其实我到进入水这个关卡之后啊，就比较少再输了。不过吼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。哎，马上就配到人了。然后挑战第29连胜。那我的战术呢，就是第一关的血比较厚，所以我有算过说，大概是要6 combo， 2组水库6 combo。那这边没有6 combo没有关系。那如果缺水没有水的话，我通常都是会洗个1 combo 啦。然后这边是水木光，啊，当然很重要就是。combo 数一定要控制，不要说太多 combo， 因为其实我们只要过得了关就好，不一定说一定要追求太高的 combo， 因为打多人还是主要以这个胜利为优先，所以能不多转我一定不会多转，然后尽量 combo 控在自己的手上。对，然后命运转盘不是个好东西，永远要记得这一点，不要想说我侥幸的心理说可以帮我们击毙敌人，不要，什么没有那么好。双鱼，那今天就是会以多人连线为主啦，就是不会再，主要是可以看拼这个连胜，就是这个直播。像那边其实天降太多的话，就是会降低速度，而且会把我们留下的水珠冻掉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边也是非常顺利的来到我们关，而且大幅度的领先。
而且没有任何的水珠啊。我这边比较淡定一点，因为说真的，应该是不要太弄湿，应该是不会被赶上。好，首胜，29连胜达成。3分29秒。那我实况还不是说很有名，因为开的时间也不多，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就是会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然后打到开心吧。现在来到早上5点39分，好，这个叫做好，那第二场这边又是缺水珠，这边尽量是要2组水珠6combo，所以这边干脆就刷2个回合，把我们的双鱼给洗出来。哇，这是强劲的对手，已经直接来到第二关了。第二关花点时间看好是光水岸。然后木顺便，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说木珠跟水珠长很像。哇塞，第一名，现在第一名真的是速度非常快哦，进来到了第三关。所以我有非常烦的风化珠出现，哇，也是很快速的来到了第三关。那这边它的血量比较少一点，开了双鱼。好，来到第四关，超越他，我们来到第一名，然后我们也是开启这个命转盘，也是遇到风化珠，哎呀，好，没关系，这边没有达成六combo，哇。哎呀，这样很危险哦。人就会输在这一场没有来到一个六combo。然后这边就是开水屋，再开青龙，这边速度非常快了。好，同时进到第七关，第七关拼图盾，拼图盾这边转，这边已经不管它把我血变几滴了啦。啊！好，这边带走了。哇塞，不要这样了，这边有胜利吗？哦，胜利，在惊险之中拿到了，他也是结束，所以这样胜利还是不确定哦。有30连胜，达成30连胜，哇，这一场非常惊险哦，他速度非常的快哦，算是逆转胜吧，算是连胜赛。看一下
结果是这场嘛，37秒，哇，他速度非常快，紧追在我们的后面了。好，来直播连胜，然后来我们的第三场。原来听的是我们的庾澄庆的《情非得已》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？哎，啊，我们的光妹的图又消失了，怎么这样？哎，配不到人了。那大家有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做我留言的动作。其实这一对哈，我的打法有个策略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双鱼的弹性很大，那青龙呢 ，CD 五哦，那 CD 五大概就是开在前面有危险的时候可以急救啦，然后再来就是说第六关那个强化盾那边。然后再大就是说哈，王冠的部分，如果啊拼图度那边如果青龙还有的话，也是可以在那边做一个开技能的动作。然后再就是王冠是我是觉得说开双鱼会比较好，然后现在是都配不到人。好像有人要来玩吗？还是观众按个。陪我们一起来打这个多人连线，就是三缺一啊，三缺一。嗯，还是在配对中，再重来配一次。啊，可能在我们深夜实况哦，还是比较少人在做这个游戏的动作，所以。人还是稍微有点难配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要有耐心。那也都三缺一呢？怎么会都三缺一呢？我们已经等了一分半钟了，还是没有人来陪我们做游戏。好，那我们来配对第四次。会不会结果是他妈的收台是因为没有人陪我玩？好，一个配对一配到了，好配到两个，一摇开始了，好，终于配到人了。好，来我们的第三站。这边又是非常机车的缺了水，好，然后终于开下去。其实我觉得第一回合也是非常关键哦。哇塞，这个职业玩家真的是都非常厉害。现在缺水也没什么选择了，先消一 combo 之后开这个。双鱼，然后是我们的暗光火，火离那么远啊，没转到，哇，这边失误了，所以还是我们的火木光，好险，先这样，还是要第一关如果没有，第二关前两关如果落后有没有？就是我们会开始有点紧张哦，不过他们好像也卡在第三关有一段时间，所以这边就直接来做个超前来到了我们的这边，其实就是记得一定要全死。哇，我们被超越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马上又非常快速把它超越回来。这边来到最麻烦的一个六狂火盾，帮我们加了50%的血量。
好，这边轻松的打到了我们的六方宝。那这边因为我们有强化珠，所以就可以把我们的青龙做预留，然后也开了我们的水巫女。四张博看够不够？够，很好。然后非常快速来到我们第七关，第七关看它的拼图的位置，在这边做一个直排哦，那就把我们青龙的开下去。好，三康我成功带走他，来到我们帝王关的夫妇诺瓦，现在这个第二名紧追在后追，非常的快哦。这边一个六康宝，快赶带走，没结果没带走，好，这边开双鱼。这边应该是转到稳稳的转到一个五 combo 就可以拿到了我们开台的第三胜。好，第三胜拿到。哇，现在每一场压力都很大哦。哇，深夜或是说我们的早安台的选手都非常强啊。这场打了3分05秒，平均连击来到3.9 combo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变一胜？我们刚刚没有败，为什么？我们的连胜终止了。哎，大家有看影片的，帮我评一下理啊！我们这场我们是第一吧？刚刚是第一啊，怎么变第二呢？这个，哎，这电脑作弊吧？怎么这样？刚刚是显示是第一名吗？刚刚分数也加上来了，结果之后却改判吗？好吧，那就改判吧。那我们刚刚那胜不算数，我们现在拿到实况的第一胜，那我们看可不可以把我们三胜拼回来。哦，看到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哦，我们不能被官方这样击败，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节奏。干，难道真的受影响了吗？转一combo。刚刚应该是第一啊，算了。居然中断在了我们的三十连胜光火木，没有缺珠子。哇塞，这边就失误，水光火。好，这边应该是不再失误了啦。那这边因为这两只血量比较厚，所以我选择开青龙哦。好，那刚刚输给黑帝士队真的是非常，怎么说呢？算应该算他是真的非常厉害了。希望天降那么多啦，有点浪费时间。我这边会开双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把我们的强化的水珠给留下来。这样因为我青龙还有两个回合，这样我刚刚开掉了，这也是一种战术。然后漂亮的三十
三十哦消失了，真的有点难。虽然是说，现在还是有点难过啦。然后因为我习惯，我是习惯了这边还有我们的双鱼，很重要的是因为后面离我们的差距算远算距离。好，这边有添加一组水，猪猪水就成功的带走它。好，这刚那关会输哈，算是说输一秒啦，只是可能因为我在那个六康果盾那个时候。是连续有做失误啦，对，所以不能怪别人啊，只能怪自己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到了二连胜，连胜再补我们的斩灵，要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，同跟同一队。因为我觉得这一队的取胜率是非常高。那刚刚那一场是哈，我打多人失败，用打这个关卡失败第二场，对，失败第二场那。被系统吃掉了好多场的啊，比如说给我变我的卡片啊，我就直接退出游戏，非常个性啊。因为我觉得不是啊，因为其实哦，因为我尾巴是被妲己嘛，那如果只要不是妲己，有时候可能用希腊什么埃及的，基本上就非常难打。水木暗火。没有火珠，哇！那时候就是一定要火珠就对了。好，水木暗，然后我们第一名的人非常快哦，来到第二关，第二关看我们的双鱼可以端几颗珠子，六颗。好了，不要再先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来到了第四关，好，这边也是快速解决了，来到了我们的第五关，第五关就是我们的六combo数。这个叠珠，啊，这边反面珠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哦，我们的水珠也是非常多。那这边看，逆转它会帮我转到什么啊？真吸血，那我这边就是不要在这边开水雾，没关系，我们水雾还没有开。这边水雾还没有开的关系。这边因为哈，他的后面的玩家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这边才是可以先补的血。好，这边开水屋，开我们的青龙。哇塞，转不到。哇，已经被追上了。哇，这边有一个漂亮天降哦，天降到十combo太多了，十一、十二、十四。哇，这边还没转牌，再转来一次哦。哇，这样不会又输吧？哇，有天降！
好啦，那这一次应该不会再被误判了吧？刚刚被误判一场，我们第一名，结果被误判成第二名，因为一秒钟的差距，然后中断了我们30连胜。好啦，这次应该不会再误判了吧？好，那我们直播应该也是有到第五胜，六场五，前六场拿了五胜。那说来想中断了我们的30连胜哦。其实这边会带水希腊的原因就是，希望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天降，对，那也是可以增加我们水珠在版面上。第一回合来到这边，版面非常的漂亮哦，但是转图漂亮，少了一 combo， 所以这边没有办法成功带走它，都没有关系，差不多了，这边转三 combo， 好，大家安安，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我们郭采洁的《你在不在》，这是光幕火。哇塞，水希腊真的 OP 啊，可是我不需要，现在不需要。这边开双鱼，那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时段玩家是都非常厉害啊。好，那个六方果，哇，人文号足。那既然这样。有没有天降？有。那既然现在这边它前面的差距那么大，那我来教大家一招如何解封画珠。我这边方，应该说如何解封画珠，然后这边画珠刚好全部被消掉了。所以没办法教大家。哇哦，前面这个 OK 哦，是不是追得也很快哦？应该马上可以追到我这边了哈。好了，那这边差距来到了25%，到王冠的地方应该就是会比较稍微没有压力啊。这边开始双鱼六转六颗水珠。然后这边转了一个六 combo， 再加一 combo， 七 combo， 还没死哦！我靠，又是问号珠。好，那我知道这个是水珠，刚好看。好啦，带走啦。有看到水希腊在这边真的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天降的角色。呵呵，好，第四胜，四连胜。好啦，其实应该如果我刚刚那一场没有被累的话，应该可以来到五六连胜啊。好，其实他第二关有时候跟我们第火龙石那一关哦，好像会变成说有机会是遇到我们的三鼠盾，或是说我们的两秒转珠。那我们的第二关的部分好像也会变成说
自动扣血的、啊、之类的。那我们这边就是缺水，那一样就是按照我们的原定计划，就是在这边啊，六糖果达成，那这边是可以直接带走，都算过的，好吧？那第二关我们这边没有缺任何的猪，然后这边是光暗，那个是木还是水？啊，都转。那如果各位观众喜欢频道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用一个按一个追踪。好了，第三关这边水珠比较少，就开双鱼。我是水希腊的天降，无耻水希腊天降。这首歌是我们的 MP 魔幻力量的，我还是爱着，现在很红啊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了，我觉得。好，这边是轻松转一个六康果，然后成功的把它带走，然后我们可怕的命运轮盘又要开始转了。哇，风化珠哦，风化珠，你在那个位置，当然是先挑风化珠再说，反正那个位置太刁钻了。我觉得现在风化珠好像都长眼睛了，位置越刁钻，带有这个感觉啊。好，第七关，快速来到我们第七关一个。拼图盾，那这个拼图是比较有点难解。好，就成功一波带走他哦。然后第七关。为什么现在陪我朋友没有睡觉，在这边回复我讯息？算了，好啦，来到我们的记录上的四连胜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七连六连胜，七连胜，因为注意，因为哦被他吃掉了一场，大家如果看到了被吃了一场，然后账面上是五连胜。那我今天就打到爆肝，好吧？然后20颗石头可以回体，应该说回战力。我们不畏惧我们的午夜场，应该说现在应该说早场玩家，跟各位早场玩家来做进行 PK。好，配到玩家啦。哇，第一盒反面就是有我们的两组水珠，那就看可不可以转到六康宝。好，六康宝达成。这边是我们的火，没有火珠哦。所以这边浪费了一点时间，光木暗。好，这边第二关也带走了、啊，来到我们第三关，就是5566非常，应该说骨灰级的歌曲哦，骨灰级的歌曲叫做《我难过》。好。
非常的红啊。哇，又是水西啊，真的很恐怖哦。哦，可怕的命运转盘来了，不要问他猪，拜托，我靠呀。天降天降，哟，好险。好了，那这边来教大家如何解开风化猪了，应该说问号猪啦。你有看到我们青龙？好，我们先把它全部抓到100。它是这样，然后好了，当做有吧。然后这边双鱼，青龙看下去全部不见了。对吧？这招蛮实用的。相爱。啊，水忘了开。这边其实我知道大概。哇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可怕的。哇，没转到。好险哦！浪费一点时间，不过他也没有一波带走他，所以这边直接要拼了王冠。他跟我同时进入王冠哦。六 combo， 哇，他那边应该是没有带走他，所以他血有损。我这边，哦，应该这个也不会被误判的啦，他抽到风化度，啊，好险哦，又是一个惊险的胜利，取得刚刚一个很严重的失误啊，3:26。然后我们的总胜场数也来到了我们的139胜，一个账面上的6连胜。那我们阶级是传说 level 5啦，应该是现在最高级，还是要在那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不是自己。哇塞！哎，说真的，我现在的玩家怎么比我好像晚上七八点遇到的还强很多、啊，就几乎每个都非常逼近。那现在在等待玩家的时候，也可以顺便休息一下。我顺便想要等一下早餐要吃什么。那以后呢，开台时间会比较固定哦，就是现在没有固定，就是通常是在第一集的时候会有实况，然后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打法，还有其他的，有其他就是大家说什么试其他想试的队伍，或是说，好，这边要开始啦，这应该是也是。这首歌是什么？魔幻力量的歌。好，这边版面呢，记得就是我们六 combo， 六 combo 可以一波带走。那这边版面猪非常缺，所以希望它是有给我们好一点，火光木还是水？试一下水好。好，真的是水，很好。好了，第三关，第三关，
这样比较稳啊。好，天降天降，刚刚没滴到。哎，这首歌叫《魔幻力量》啊，叫什么歌？我忘记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是泪奔，这不是魔幻力量歌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泪奔是哪个乐团啊？我也忘了。这边领先的24%。那大家早安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早安台。好，这边没有转的很漂亮哦，风化珠。这个先把它消掉。好，这边成功的转了一个六 combo， 然后跟他拉开了一点点差距。第六关没有强化水珠，所以这边就直接开了我们的青龙啊。那水珠这个时候也还没亮。没有一波带走。水路给它开下去。会造成任何伤害啊！里面有八颗，里面是居然没有成功的带走。那这边不用转太多，五 combo 就直接可以解决。好，那账面上来到我们的七连胜。啊，然后来到了我们140胜。诶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是用什么队伍过的。多人游玩，然后休闲竞赛，我可以玩完了。就是打多人连线哦，哇！下一首歌是我们的杨丞琳的《暧昧》，这个应该也是大家都知道，很红的歌。多人游玩，早上是连赛，那我看一下当天赛事记录哦，就输了这一场，这一场输一秒。而且刚刚我们你就是赢了，被误判，然后他是用黑历史队，非常厉害哦。我是觉得用黑历史队，好，我看第二名用暗队哦，暗队打4分25秒。那这个是用光队，光希腊，双水北欧。那这个光盘应该是，哇，这睡也好帅啊、哦。好久不见的费雷还没解放，还有什么奇怪的队伍？我不要再看到这场，看到这场干嘛？这个是跟我类似的队伍，我自己是黑帝斯队，但是他打的有点久，好，继续啊！哎，我们。挑战我们的第八连胜，以及我们的141胜哦。暧昧这首歌出自于哪里呢？我们的恶魔在身边，我很小时候的一
片，那时候连续剧，这边没有到我们的六颗珠坠，这边就是直接小两公公，然后等，哎呦，其实我是不喜欢他说，我希望说吼，小一康博就是给我们一康博，但是不希望说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命运转盘只要超过两公公就会给你记一次，那命运转盘这种东西是非常万恶的，会浪费时间，然后。有时候抽到像风光珠什么的又很烦，像刚刚这边是火暗光，火暗光，啊！哎呀，刚刚没有转过去，是什么火暗水和火光水？其实这个最烦的就是。你要去解读他的那个很烦，如果三十度的话，你就可以很那个就是三十度啊。哇，说 OK 哦，太 OK 了吧？什么大他们那么容易说 OK 吗？好了，这边来到我们第四关，但他没有秒杀，基本上我就是要赶快利用他还没有秒杀。随便啦，因为水族那么多，然后又有欸，他那个大头倒是评委哦，好像评委啊，怎么是这样？有我说还是需要一点天降啊！好，来到我们第六关，第六关这边有强化珠有做出来，所以这边就可以比较轻松。又是忘了拍水舞，又浪费了时间，对不起。我还是跟我有点差距，所以没关系。继续。啊，刚刚秒杀他，来到了王冠，又来到了王冠，开双鱼。非常多的水珠，好啦，带走啦，使用八连胜，账面上的141胜达到。这种是我们的五月天。看可不可以打到150胜收台，150胜还有9场。一样一样，这边就是没有我们水珠，所以就直接消两万宝。哇，这边不要天降那么多啊！我命运转盘要动了一下。成功的来到了我们玩更多的九combo，玩到地面也非常的快，进入第二关，木火暗，木火暗，我怀疑太快了吧，已经到第三关了，这边是带不走的啦，所以先洗一下。青龙掉了，再给它开下去。
它很快，但我们是不能说是要快一点，然后看在哪个地方可以超越。我还到第五关了。看他这边都会超越他，就这样子一波六康宝，哇，他已经到第六关了，他好快哦！水龙你开下去，好了，这边他应该也马上就会到第七关的啦，所以不用高兴太久。看这波在干嘛、啊？哇，我那个，啊，我这边带走了，来个王冠，跟时间赛跑，各种惊险。这边看可不可以带走了，带不走可能，哇，输了。这边应该还不一定吧。输了四秒钟，我们的连胜被终止了，我有点难过，没关系，看一下他的队伍是什么。哎，真的，哎，哦，不是这个，那刚刚没有上来，应该是我们六点这场吧。哦，鼠来吉。这对我蛮无耻的，被比较高，不过没关系。接下来有双鱼哦，对我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连胜就赔了，而且马上就有被炮轰哦，差了四秒钟，而且这是真真实实的输了，不是像前面那个还有话可以讲。好了，配对完成。一样，战术。那这边可以省掉双鱼。哇塞！有人贴降片，哎呀，浪费了时间。你看，刚那种玩家那么强，真的可能是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哦。这是什么？光火没有火珠，啊，没安珠，我管心酸的哦。早安台的玩家怎么都是那么威猛啊！我这边既然抽到一件，根本就不用客气啦。
不用管太多，这样就够了。那他也抽到了，一样的。天降天降，哎呀，没有天降。刚刚才是没有地方可以转的，我觉得啦。哇，又拖到时间了。这一首歌叫做《你最近还好吗》？最近还好，你哎是什么 ？SH 的歌，最近还好吗？那这样是谁胜啊？但你又要被误判了哦、喔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哦，我胜利，这还不一定哦、喔，有可能刚刚就被改判过一次哦、喔。好了，相信他，相信他，不用判了。好了，来到我们第一胜。大家早安啊！来到我们6:32，哦，血没了。还好、啊、有离我一点距离。Waiting for you。
来 ，Open， 二连胜，拿到我们的142胜，距离我们的150胜还差8场。哇，这一场，哎，有没有？刚刚那场又被吃掉了，是？又被吃掉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不骗人，有没有？感觉被吃掉了，本次被吃第二场。刚不是我赢他吗？左边，算了。哎，我现在应该可以抽卡了的。可以抽两张，都刚刚打的。风头，干，我比较喜欢人面鸟，风头一堆了。还是买金卡。哇，人面鸟垮了不？人面鸟啦，抽到人面鸟啦！哎、欸、呀，胜利还是有加上去嘛，143，应该也是有加上去，只是连胜被中断了。在攻来到第二关，我们进第三关了。可怕的命运转盘就来了。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哦，因为新符是多了，我们六 combo 就更难了。天降，哎呀，没有天降。算了，这边毁掉。啊，天降，好险。欸，有时候还是要靠点天降的、啊，不是说六康后随时都有的、啊，他追上来了，很恐怖。好、啊，那边应该是没有一波带走。拼图盾去开青龙，啊，没想到再度转起来了。帮我血变一滴，所以代表说我这边没有一波他，我就死了，然后可能就输了这场比赛。这边如果再没有把它带走，把它带走了。残废五克群，
二连胜。九八。那我这边体力可以够做什么事啊？二十体，可以打这个。我们的暗的七之一，打些肥料。用一下我们的，现在对我今天都只有用这个。看一下有什么队伍一样，在团面上的，没什么队伍啊，光北哦。今天这个是娱乐就好，快乐就好。我这稍微纾解一下压力。打这个就六环魔随便随便转都有，他可是打多人，就有时候会手残啊，就怎么转都转不六环魔。再爱一场。哎，地金，地金是我的光辉任务，是地金，也是有的，有东西交了。两等吗？所以三百等是变三等才会有多东西啊？我有才刚上三百级，不知道。好，地金来哦，公共任务。S 我都有，算了。好，公共任务就啦。以三只灵魂石。不会，会不会他结果队长变成我们东风北澳？应该不会吧？干，现在有意义。
好啦，开始啦。这边有我们的这个可怕的天降，暗光火，把水珠留下来打我们的第三关，可以开我们的双鱼。放弃我们的强化图啦，他是天降，哇，同时他们两个都死康过，好可怕哦。过不去，这边怎么办呢？没水出水，一波绝对带不走，那还是得走。期待我们西大会不会有天降？没有。好啦，这边没有戴手套我就死啦。这边应该是，哇，没戴早死了。这边只能等双手啦。输了。在我死的时候，他超越我，干！唉，又输一场，干！那个命运怎么害死我啊？只能说我太衰啦。好了，运气不佳。这样对不对？哎，这跟我一模一样的队伍吗？没有没有，差了20秒。144胜，停留，停留许久。因为我体力满的，等一下来打个南瓜好了，先拿到145胜。哎，所以要拿150胜也没有那么容易啊。七康宝，那第二关，第二关是什么呢？活水木，
无水矿。不用多转，赶快带走它，尽量不要失误，刚刚都是失误太多。好，这边赶快，开双鱼，开双鱼，双鱼。这是曾沛慈的《一个人想的一个人》。六康吧，很好，没有六康吧。然后我的小便一滴，还有他 CD 四，这边做个叠珠，我这边要抉择一下。因为他离我有点差距，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先补血，然后做个强化出。啊！什么都没有，死了！哇！我在搞什么东西呀？还好他比较慢一点。可是也是不能这样子。还有他没有很快哦，这个人太随便了。他这边也就是没找到什么盾，算了。靠呀，我的血又变一滴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又是又没有技能，这边稳死啦，稳死啦！是我太衰吗？是我太衰吗？两次一滴血啊！我靠，神魔啊，神魔！苦笑啊，苦笑！玩掉了一堆差距。有点打不下去了，不会这样还可以拿到胜利吧？哇，没有，输了，又输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要重整我们的心情。这完全只能怪自己。等你吗？你说那个在乎我？哎呦，背包满了。算了啦，可能是刚刚抽到人面鸟了嘛，把运气都用光了，只能这样想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一夜输了四五场，很少见的。再来，我要认真挑战一个巨人阵啊！
在这个忘记是什么，你知道我的你吗？忘记谁的歌哎，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？啊，开始啦！这次要用最快速度，不能再有任何失误了。已经连输两场了。对手已经追上来了，第五，算好了吗？我倒是算好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这边居然水雾很有量，反正也带不走他。Just a dream, Nili.技能还有很多可以开，也不用再降了吧？这是没有用的招。哇！我杀了我！我傻了我！好啦好啦，通关，拿到胜利了！我傻了我！刚刚在干嘛？因为后面去是这样，打太久了，累人了。好，其实今天我从12点玩到现在，对啊，不过应该是不会累了。好啦，145胜，休息一下，打个南瓜。南瓜，看一下用什么队伍来打。打南瓜用什么队伍打？用这个好了，你的黑帝是对，成就都还没解哦，还有五胜就收台啦。那现在也来到了我们的6:59，
这个狗，其实我蛮讨厌这个狗的。全体就是麻烦，对杂色队来说。大 combo， 擦肩而过李圣杰，嗯，这样变 DJ 了。打几点？七点零三分。怎样？我是拿到两颗星的，是吗？没有，我可以。再拿五胜。把我们的150胜收台，哇，弄错队了，我先用水队，黑蛋黑帝斯队，算了，刚刚看到有黑帝斯队是大块的，开始黑帝斯队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了。
我也是第一次用 HDS 对打这个多人连线。不知道效果是什么。这个很快，一波带走。这是什么？水火木，三色盾。手掌心。哇塞，好痛哦！咻，嘣，就死了。这关是最麻烦的，水鼠盾。又风化，是有多慢的风化？巫女到底是几啊？死了！我下一通都死了。我以为血，我以为血够，他们同时吸第一了。到了巫女师还要不要起来啊？等你们三只，等你们巫女血等得很痛苦呢。好啦，起来啦，风雨。好啦，通关。一个版面基本七。既然有这个可怕的，要是直接开个宙斯吧，他那么可怕。哇，我很现在很怕这个问号珠哦，这是杂色队，没有青龙可以解读。我知道木狂魔变量，可是现在场面都是新珠。哇，死了！又死了！就像他们一波带不走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可怕的！哇，又输了！被嘲笑了，离线了。
史上打最久的一次，4分53秒。看一下我战绩，原本八成胜率有没有掉了？是不是我们没有领？还是在八成，可是输了有点多，没关系，希望取得一个5连胜，然后收台，好吧？最近4场输3场，怎么感觉音乐又重复啊？歌跑完了，算了。没光珠啦，没光珠啦，欸，他真的没光珠就一直出光珠，欸，这个转盘今天已经害我们了非常多次哦，什么就看到他就怕，这场大幅领先了，这场应该不会再输了吧？不会再被逆转，绝对不会。好啦，水西也乖乖听话了，送我们天降。拿到久违的一胜，很开心。非常漂亮的2分56秒。还差4胜。就是一个石头，是连不入哦，有一个人断线的哦，这一场最烂都有第三名。不用拨打，浪费这个时间。
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队友，第一关非常快进入第二关，光暗木。很漂亮的失误，好活过来，有没有补血？失误再失误，可没抓安全体的，也是一种另类的失误了。保险这边一波最短的两步，包括林星要是又会要路的。哇塞 ，OK 哦，不会吧？那边不开技能要输啦、啊！好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二连胜，还差三场胜利收台。一个久违的连胜啊！现在早安选手都好强啊！不要出火好不好？现在没有火珠，不要出火，谢谢。很好，出火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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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。好了，没有火了，水木啊。
天又失误了，妈的！三胜拿到，可是觉得我其实手有点不顺，从他的游戏看会不会改了运。三连胜就可以休息啦。今天九点的课，一整晚没睡，不知道等下上课。上课睡觉，耶！哇，真的是随时都可以连到人耶。餐饮业者，是啊，立委秀发票，为力买北海油，应该又是有的问题哦。世界最大陆怪物海警船曝光，看一下这则新闻，我们是开直播的关系，我让你卖。哦，陆怪物级海警船明年。巡航钓岛，哇！大家是为了抢这个钓鱼台，其实钓鱼台应该是台湾的吧？我在这边讲之后会引起什么纠纷吗？那我好了，这钓鱼台就是有私有嘛，所以大家都在抢，就是比较敏感的话题，那我们就略过啦。
好啦，那开始啦。又没有水啊！光火暗，嗯，哦，暗其实两组暗是足够抱他抱得走他的，很好，在那个位置我喜欢。其实，在那个位置哦，你也可以说留他啦。如果你开妲己的话，有他的话，给我们一下，你的妲己不就退出了？这是一个阿伯，不能跟太多人讲，不然以后被发现什么用？还是大家都知道？你是用剑皮布，剑皮布。好，这边转一个六康走。又是王花毒，哇靠，不会吧，啊，算了，干脆第一把王花毒解开好了，不然他心情上一个蝶珠。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玩蝶珠这种东西的，因为蝶珠是神魔的一个精髓啊。个人觉得吧，个人。手中太慢，找不到，对不起。只是手，这怎么办？应该都找得到了。哦，这是顺利的，然后三连胜哦，这是真的顺利很多哦，至少比刚刚那个什么打四场输三场那个顺利啊，三战全胜，又回到了开台的那个节奏，应该四连胜了，对啊，怎么变四连胜？是刚刚有哪一胜加上来的，对不对？最后有个防火墙胜利的。应该是三连胜啊，还是真的四连胜？算了，好玩吧。打这个赚灵魂蛮爽的啊，我喜欢。啊，灵魂现在对都是靠打这个来的，四千的，一天可以打一千多。好啦，如果是这样赢了，拿到五连胜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。那大家是希望呢？我输是？想要多看一下，谁知道了？那时间来到了我们7:29。那这个等待时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体育新闻头条。队友表现差，科比豪差劲，豪是林书豪的豪。其实有怨见看这种新闻，因为台湾就是有点想喷林书豪，但是其实这样子觉得没有说比较好了。不
要有豪神这种观念。林书豪是很厉害，但是还是有其他球员打啊。这是什么？光火木。其实我是觉得不用到捧，就是正常报道就好。台湾最近就是觉得台湾媒体有什么就是说过度报道，然后过度报道，如果有看比赛的人当然是 OK， 但是有些没有看比赛的人就会过度幻想，然后等到万一出了什么状况，他直接说啊怎么那么烂，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了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。来到了第第四关，打不死他，浪费时间的哦。很好，十五。成功的六康宝，哇，我们的水都被电浆掉了。刚好我先这样，谢谢谢谢，先这样，就是要有时候就是要这种运气。哇，红毛猪，像这样，我本来想要打死一个顺错的，还有没关系。听个手转，好啦，艾斯带着走。好啦，拿到了我们的150胜，达成了我们今天的任务。对，然后也是账面上的5连胜，完吧，我是达成，很开心哦。哇，积分也到了9008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任务就圆满达成，早上是联赛，最后再抽我们的本地战场，抽一张，刚刚抽到是人面鸟，看我们再一只，来，哇，金卡，啊，不然再打一场好了，再打一场又可以抽，如果第一的话就可以抽一张，对不对？不打白不打，反正我们还有两个战力。啊，接下来这首歌是田馥甄，你寂寞寂寞就好。那时候我们在直播上也是抽了4张啊，有抽到一只人面鸟，一只风头，一只玉兔。没人要陪我玩嘞、欸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新闻好了，再等待时间。快艇巨炮有1亿5000万退休啦！快艇巨炮，快腿巨炮，快腿巨炮，不是快艇巨炮。哦，是 Alfonso Soriano， Alfonso Soriano 是2002年吧？应该说1999年上在洋基队大联盟，升上洋基队大联盟，
然后2002年，因为 A-Rock 教练呢来到游击兵队之后，有去过很多学校，小熊啊之类的，然后在今年又回来了我们的洋基哦。那又表现不好，在7月被释出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看职棒，有看职篮，我看职棒。一个大学生就是什么都要看。我靠，第一名怎么那么快？马上12，吓死人！我都要看开在报新闻报道哎。不要做马那么医生官了，你那种我不玩了。好了好了。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因为现在齁，现在呢我手机呢已经退出了直播程式了，已经跟队友断线，但是有碍于我现在在亚多的连线呢又无法马上说接棒，我一接可能就输了，但是现在用口头讲解我们这个战况。现在我已经来到第五关的六康伯顿，然后对手第一名呢也很快来到我们六康伯顿这边，他已经到第六关了，我还第五关。那我这边非常快速的转了一个九 combo， 当然是有天降，好不好？当然是有天降，一定有天降的。啊，那他已经完成了70%。一个十 combo， 11 combo。问号猪，很恐怖的问号猪来了。啊，我这边忘了开水巫女哦。哇，他已经到了王冠了，我还在刚进王冠而已。这边非常危险。只要我成功转到五康博，我就获胜。好，我这边已经输了，已经输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其实我是因为，没有让大家见证到我的胜利，我觉得对不起大家，所以。这边马上又会重新连接回去，好吧。Air Player， 今天先再抽一张，不然我不关台。那我的视窗呢？奇怪，我的视窗呢？好，有了，回来了。因为刚刚这个突然的，我们突如其来的电脑故障，结果又输了一场。当然这边点数是不够，还差5点才能抽。如果现在可以抽，我马上关台。那这边既然不能抽呢，我觉得打到可以抽为止。
好啦，那就来我们最后一场。不管输还是赢都关。哎，音乐，我们放一个早安嗨一点的歌好了。离线播放，好，这个王心凌的爱你。好，直接开始。超快的，暗火，很好，这边又失误了。欲速则不达，这个道理。光火暗，这边再失误。好了，这边没失误。啊，第三关。超越他啦！我真的觉得这边转的很讨厌哦，每次都不会给我什么好东西。哎，有这一次不错，但是我不是很需要。七康宝，这边因为他跟我差距非常大，所以我这边就是不打算开服，因为我还是这样可以，等到他追上来，哎，追上来了，好，追上来那就继续。好啦，成功通关，并且又拿到了一胜。转分十五秒，连击哇六 combo。收卡收卡。我不要蕴藏金龙，就算给我玉兔都可以。白金哦，是什么呢？会不会又是一只人命怪鸟？拜托，我需要人命怪鸟。又是风头，我风头很多了哎，真的我风头超多的。哎，风头是谁？没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只我加上里面还有两只。啊，那现在也不打，那就随便玩啊。那要先看，继续看。
看的，我们先休息啦。再打一场南瓜好了，然后就收台，最后一场，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到了我们第一张弯，朱雀是单体盾，我最喜欢的单体盾，我不喜欢全体盾，真的很麻烦。大家早安。为了新进来的观众，我。今天是从5点开台开到现在，快虚脱了。然后我今天打的是多人连线，有输有赢啊，那是赢了20场啦，那输了几场我是不知道啦，也没有输很多啦，个位数4场也大概7-8场，8-9场这样子。那中间有一开始的30连胜，然后也有经历过。之后的7-8连胜，然后当然也有，连败，2连败。我报告给大家听。哇，那这样我的那个就不肯掉了。好机车哦！我大南瓜哎。没错，现在是要嗨，各位大家早安。好，我现在懒人打法了，真的要收台了。2 1 0，然后这样子最懒的办法，大家我是懒人，随便啦。看南瓜会不会掉卡呢？没有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实况牌就到这边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去睡觉啦，晚安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时间是上午7:49。报告下，大家再见，好啦，拜拜。